中常常有老师介绍的，还有美妆保养的杂志里面常出现的一些明星商品，也是现在有许多女性爱用的保养品们。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品牌呢是英蝶 EDN， 然后首先第一款就是这个，看到这包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，常常可以在美妆保养的杂志里面看到它获得很高的评价，以及还有女人我最大节目中 Kevin 老师也常常大力推荐。这一瓶呢是他们的富勒烯极致润泽精华，最特别的呢，当然除了它的保养成分很高级，保水度很好之外，它采用的是油包水的技术，也就是当你把里面的精华液挤出来之后，它并不会让里面的活性被蒸发，而是轻轻的推抹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呢有出水的状况，这个时候呢里面的保养成分才在开始作用了。而且油包水的技术可以同时就是帮肌肤补水之后马上又锁水，所以你涂完之后马上有感的是你的手会变得冰冰凉凉的，保水度也会变得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一瓶是用过的人都会一直持续回购的。我觉得送给长辈也是，长辈用了之后会觉得哇这保养品好有效哦，所以这一瓶是他们的明星商品，是可以优先做考虑的。